分享的那些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他这次能够有机会来，来介绍另外一位李老师，从香港来的。这个聂老师的很重要的一半是谁呢？太太。印章的章、哦、所以一盖到他身上跑不掉了。麦老师，麦老师是从美国来的，他才20几岁。你就告诉他几岁，叫20几岁。20有加。